嗨，大家好，我是寇麦山，大马翻译仔。你上次马上杨怡 TVB 的事后杨怡，生了两个娃之后复出了。之前拍过一个什么《家族荣耀》嘛，对不对？现在复出了，第一份工作 first job 是不是要去 TVB 打工呢？不是，要去中国内地吗？不是，是要来我们澳门马来西亚。你可相信吗？而且来马来西亚当一个歌唱节目的评审，而且是常驻的评审。这个歌唱节目叫什么？好声 Family，就是好声音，好声 Family。哇哦，TVB 时候杨怡要来马来西亚 long stay。杨怡的英文叫什么 ？Tavia， 特别啊 ，Tavia Young。Tavia Young is gonna be staying in Malaysia for quite a long time. Wow! 真的，我看到这里报道啊 ，OK， 去年呢 ，OK， 甚至第四季哦，去年啊第三季的时候啊 ，OK， 请了谁呢？黄翠如啊，翠如 BB，OK，、okay?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节目，你知道吗？这个节目的名称。那个时候我只看到黄翠如北上，经过我家这老家北上小山城北上，去怡保 OK 杨子雄老家 OK 我有看到过这样报道 OK， 其他我没有听说过这个 show 的名字啊，第一次哇 ，TVB 事后杨怡来马来西亚，为什么呢？当歌唱节目的评审，我从来没有听杨怡唱过任何一首歌，反而那个 Nancy Wu， 你知道 Nancy Wu 是？吴定欣啊，吴定欣，我反正听他唱过好几首歌。OK， 杨怡、杨怡啊，杨千瑶啊，是不是 ？OK， 哎呀，难听的，哎呀，不是，很难念啊，名字。哇哦，所以太带老公起来了，两公婆夫妻档一起啪，然后一起上 ，OK， 赚钱。哇，真的。他不会唱歌，他怎么可能会当一个歌唱节目的评审呢？你们觉得奇怪吗？对，这杨怡怎么会接呢？一个 season 呢，应该至少三个月吧？就像中国那综艺节目也是一个 season 是三个月的 ，OK， 最短也两个月吧，对不对？所以他离开他的女儿小珍珠，还有一个他小女儿两个月哦，对不对 ？TV Young is gonna be staying in Malaysia for a long time.For quite some time. Wow, you know, she's gonna be arrested and judged on this show called Good Voice Family. Okay, arrested and judged. Okay, 就常驻嘉宾 Okay. But anything is possible. Okay, 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啊，希望Okay, 这一次也已经搞到 Season 4的第四季了，希望。我们马来西亚能够搞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歌唱节目的一个综艺节目吧。如果我在吉隆坡的话，我一定去找杨怡，我给找要签名。其实我很欣赏杨怡的，我很欣赏他早年那个拼搏的精神，我非常欣赏他的。OK， 可惜啊，我现在吉隆坡的北部的一个小山城，两小时半的车程。你说你坐车坐那个长途 bus 去不可以吗？也是可以的。不过，拿两条东角拐杖，也罢了哈。希望以后有机会吧 ，OK， 能够拿到事后杨怡的签名。好嘞 ，Welcome Tavi Young to Malaysia， and good luck to you。谢谢大家收看 ，OK， 我觉得一个人请留一千三年，毕竟翻红不容易，是大马翻译仔 ，Classic， 谢谢。